人要有理想，更要有心胸。目标相同的人可以并肩前行，目标不同的人何必再三强求。欲为苍鹰，不与雀鸣；欲为强者，莫与弱争。欲作鹰，别与雀争鸣。鹰能飞向高空，雀留恋枝头；欲作树，莫向草低头。树笔直挺立，草若不经风。人和人之间品行不同，理想不同，有的人高瞻远瞩，有的人树木寸光，有的人喜欢闯荡，有的人安于现状。强者努力向前奔跑，弱者总是走走停停。和什么样的人为友，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与狼成狼，与猪成猪，与强者为伍，自己也会成为强者；与弱者同行，自己也会没了热情。有人诋毁你，说明你厉害；有人排斥你，说明你优秀；有人议论你，说明你出众。当你普普通通时，没有对你指指点点；当你成功风光时，有人对你污蔑嫉妒。记住了，圈子不同，不必强融；人心不同，不必强求。欲为苍鹰，不与雀鸣；欲为强者，莫与弱争。And 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